本是一个普通官员，死后竟被封帝、封神、主席都对其赞叹不已，胡则少。在历史上，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国家活动几乎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的农业展开的。比如中国的历法就是为中国的农业生产而制定的，中国的皇帝要每年象征性的下地干农活，中国的农民地位在工人和商人之上等等，这都说明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也因此在古代农业供养了整个帝国，帝国的财政也几乎百分之百依靠农业。可以说如此紧密的关系也决定了帝国对农业及农业生产者相关的税收必然极端的重视。但是中国古代农业又比较脆弱，主要是靠天吃饭，干旱和洪涝都会导致农民的严重损失，可朝廷往往还是按照以前的税收标准进行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其实很少有官员会请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为老百姓说好话，减轻或者免除老百姓的农业相关税收。因为整个国家往往是一刀切的中央集权下，执行力往往是统治者最为看重的。况且古代中国幅员辽阔，对执行和效率更为重视，即便对一部分人有所伤害，这样能使统治者能更加强有力地掌控整个国家，避免有人用各种特殊情况使国家决策打折扣。在这种形势下，若在农民收成很差或者闹饥荒的时候有官员替老百姓求情，往往会被统治者惩罚，因为这种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属于损害国家权威、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官员作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很少会冒这种风险。但历史上还是有这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官员，比如北宋时期的工部侍郎胡泽，他就是这种为民请命的好官员。史料记载，胡泽少果敢有才气，宋丹弘二年，即公元989年，考取进士，为婺州有史以来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文人。他一生做了40年官，继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后知循州、睦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官职。事情发生在北宋时期，那一年的天气十分的反常，向来不缺水的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竟然出现了十分不常见的干旱情况，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情况惨不忍睹。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北宋的仁宗皇帝还有点不大相信，因为皇帝也是有点常识的，他觉得那里应该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干旱，是不是有地方官想少向朝廷交纳农业税。但是地方官府在皇帝下达免除税收的命令之前，却依然坚决地执行着对税收的征缴，此举则大大激化了当地的矛盾。此时也有一些知道内情的人源源不断地向皇帝汇报当地真实情况。宋仁宗也是个比较仁爱的君主，也准备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只是停留在想法层面。这时候工部侍郎胡泽就出场了，他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有着对天下苍生强烈的责任感，为了百姓的利益，他要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向皇帝陛下禀报，向皇帝说明灾区百姓的困苦现实。本来宋仁宗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灾区情况的一些信息，在听到这么一位高级官员慷慨陈词，描述了当地干旱的严峻情况，土地干旱的裂缝都能伸进去手指头，很多人为了躲避税收都背井离乡，甚至沦为乞丐，而当地官方只一味地执行原来的税收标准，简直到了百姓要揭竿而起的地步。所以为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恢复当地老百姓的元气，胡泽建议宋仁宗免除农业劳动者的人头税，按人计算税额。对于胡泽个人来说，在没有得知宋仁宗真实想法的前提下，他的这个行为是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因为这种税收是国家正常运转的血液，你要断掉国家的血液，就是要皇帝的命根子。但我宋仁宗果然人对得起他的这个谥号，他在听取了胡泽的建议，并且经过仔细计算，
更进一步永远免除了长江、淮河流域这一受灾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人头税。这种好政策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到了灾区百姓那里，很多走投无路的老百姓纷纷又回到了故土，准备聚众起义的贫困老百姓也解散回家。宋仁宗和胡泽都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大圣人之后，胡泽这位清官自然也被当地老百姓记住了，特别是在免税地区的渠务两州就率先为这位清官建立了神庙，接受当地老百姓们的祭拜，被当地百姓称为胡公庙香火，也是比较鼎盛的。谁说好人没有好报，胡泽做了好事也得到了好报，胡泽也在官场上比较顺心。后来77岁的时候，在文人知识分子都喜欢的杭州去世。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胡泽也被传颂的越来越广，越来越神通广大。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为了表示对胡泽行为的赞赏，为其又加了一个封号，叫做显应正会中有福德齐天大帝，与中国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关公一样，被称为帝。真可谓生而正直者，死而为神。胡泽成为了民间老百姓心目中的神灵。相传1959年8月，主席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作中路过，金华曾对永康县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永康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一个人，他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更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所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很是重要啊。可以说像胡泽这种清官，百姓没有忘却他，历史同样没有忘却他。参考资料：宋史仁宗本纪，显应正会中有福德齐天大帝，胡泽，胡泽，木。